我现在爬那个大概只有45度不到的斜坡，可能会走陡一点的路线来测试一下这个镜头拍到的效果怎么样。那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我想要拍的，真爆本大，景色真的很漂亮。到起点了，这里还有一些小私人小沙滩，发现来这边游泳应该超爽的吧。这也是，哎呀，这里有人哎，那就从这里开始吧。让石头滚下去，不然下面人会着凉。还是要带着这个摄影机去过滑雪的，休息一下。这里还挺不错的，从这里上去没有挑战性，走边过去好了。这边都知道小心海鸥，小心海鸥，它马上真的会啄人。感觉他们好像想攻击我，有点害怕。还没有。好可怕哦！好像不是很安全，应该可以吧。Thank you.
水海鸥。斜坡好危险啊，都是石头。你赢了，你赢了。好，这是海鸥还是很讨厌，想上去。算了，与其待会赶下来，我现在放弃。对，为了避免看的时候觉得头很晕，所以我最终还是调了120度的视野，看起来比较舒服。